大家好，我是沈月。这一站呢，我们来到了美丽的云南丽江，在这里走过束河古镇的石板街，骑行茶马古道原始的路，艺府俱乐部的成员们享受幽静古朴的慢生活，抚摸历史厚重的故事。在为妈妈定制的旅行路线过程中，大家都有哪些奇妙的想法和感受呢？快来打开节目看看吧。到了，朋友们。到了。哇，是来找妈妈了吗？刚翻过了几座山。来吧，妖怪们，快！妖魔鬼怪。有人在唱歌呀。师傅，前面有妖怪。悟空，上前让看看，有何猛妖怪？坐坐啊，坐坐。哪个大爷喊呀？家住过里里。来，朋友们一起跳起来！看着整，哎，还没反应过来，已经开始这样了。为什么呢？不知道，就是快乐。阿卓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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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卓卓。发生了什么？谁来解释一下？好，首先欢迎你们来东八股茶马古道，欢迎你们！谢谢，谢谢，谢谢，谢谢。阿丑丑是什么意思呀？跳舞，跳舞，跳舞，跳舞。好，等一下我们在马帮那边见，好不好？好，马帮，好嘞，好嘞，好嘞，拜拜，拜拜。大哥这么仓促吗？多一句话都不说吗？对，太快了。我们就在前面下马了，这么快就要下马了？这边是马帮休息的一个地方。哦，马帮休息的地方。因为过去只有这一块有水源，所以会在这个地方给马饮水、吃料、休整一晚上。慢一点，哎，谢谢，辛苦，哎，哎，慢一点啊，谢谢，哎，快乐的一只小青蛙，脚踏实地，脚踏实地的感觉爽不爽？爽。这是个打卡点。这是一位妈妈让我们打卡的地方吗？对，委托人妈妈想让你们帮他们在一些打卡点拍一些照片。给妈妈未来来旅行做一个示范。那我们拍呗。我觉得你这样，你蒙着你这样拍啊。不要害我吧，哥哥！我知道你要干什么。你来，你来，你来，你先来。你那个感觉好吗？你先来。能行吗？能行，好看，还防晒，好看的。好看的，反正气质永远得拿捏死。首先，每一个人先把它打开。这个先连在中间那个人。先来一个中间。一个人去中间吧，你作为一个大石头。中间哥在这站，在这站。我拿脚，来给我几个脚。对，然后小远往前蹲着，蹲着，蹲着。这个地方需要这样。对，这中间接一下得连起来，它就像一个大的拼盘。你可以进了。我在这合适吗？合适。哎，这样这样这样，浑然天成。谢谢您的造型啊。哎，那我要拍了。来吧，就是那种自信的微笑，一定要享受。三。二一，完美，可以可以。来，我给你拍一张，你站着。小八，你进来。小八，小八，你来这，你。一二三，哎，太棒了！妈妈的感觉一下子就出来了。可以可以，漂亮，拍得太好了。谁有手机给我拍张照片吗？这儿。啊，我给你拍。轻易蝠王，哇哦！小心啊！二三。牛哇，拍得好！牛吗？牛，我看这个好，有点帅啊，这个给妈妈，让妈妈拍这个可以。只有发疯才能掩盖我内心的痛。怪物，哈利波特里的那种地精。对，
诺兰四部曲没你我不看。何人在此？马帮。阿雷雷阿雷雷阿雷阿雷雷，怎么又见面了？好，大家又见面了啊，请坐啊，这里。我是这里的马锅头，马帮客栈的马锅头。马锅头。马锅。马锅头是茶马古道上马帮的最高头领，不拘指挥马队全盘工作。头领牵的马头上有一面镜子，可以把前方的危险照射出来。头领后面背着一口锅，负责整个马帮的生活，因此叫做马锅头。你们有没有感受到我们这个马帮最原始的客栈？是，这都是个客栈了啊。以前马帮丽江出发的这休息的地方了，马夫全部在这里做烧火，帮你躺几睡。哦，有些时候动物很危险哈，危险，所以坐着睡。晚上坐着睡，坐着睡。是这样的。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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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锅头。谢谢马锅头。这里是最原始的茶马古道的一部分。好，那我们要在这里完成的是第二张的拍照打卡。来吧，来来来来。哇，我就知道有这一张。来，我来指导。这个我之前拍过。你拍过吗？那你来吧。现在有个人站在中间。第一个先站着来，谁是大妈？大妈来了，大妈来了。旁边还得有一个人。我当侧妈。我们俩后妈。但好像人多了哎，一二三四五六。我们一个人拍照，要九个人来消化这张照片，没问题啊。啊，前面再坐两个，消化不了，一定要有妈妈们拍照的那种姿势和动作。对啊，就这样。你们去组合六个人，哎，刚好你们六个。这个人要跟我签，你要和我签，你要这样。一彤，你站后面，谁看到你呢？不，我把脸这样露出来。一彤的脸可以在这儿。就进来，进来。可以可以可以，我跟你在前面组合，我们这样。哎，可以可以，行吗？这好好。一彤和你的手得竖起来。哇，真不容易呢，这个。你们两个后面手直一点。小龙，你这儿坐一个，蹲在中间吧。那我这样。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你那个脸朝前面。不用给我拜年。这只手接那边，你接这个，我这。哎，好。One, two, three。小哥，你在嘴里在说什么？这到三是极限了，手好酸啊，哥！我要抽筋了，绝了！这张照拍的真的绝了，这个我可以拿起来，你看，全哥的表情最佳哦，你是享受啊！你看这后面姿势居然差点意思，不行，后期全部换成我的脸。走了，走了，走了。哇，好累啊，拍个照这么累，有点喘啊。真的像陪我妈旅游一样。高原上面爬山吗？在妈妈们的体力真的还是挺好的啊。好山好水，这个可以打个卡，表情管理一下。棒棒棒，有了有了，特别棒。第三个打卡点，我们马上进行第三张照片的打卡。打开吧，我们欣赏一会儿那个画。我们直接拍吧，巨简单。来吧，朋友们，快来吧，速战速决，就这，就这。我们这样挽着走。树上还有一个呢，正好哎，宝哥在上面。三二一，你拍不拍照片，雪姨？我给你拍。对对对，得这样。起风了，好，哇，特别好，保持状态。再来两张，特别好。哇，拍得太漂亮了。好，啊，走了，走吧，走吧，走，走。哦，到了。我们现在来到了望夫台，这里是迎接马帮和送行马帮的地方。接下来我们要进行问答游戏。好像是跟刚刚茶妈古道相关。那
向导就挂在我耳朵上，交给我了，朋友们。总共十道题，从左只有一次答题，每人一道题。追问开始，第一题，你们刚刚骑过的马是什么马 ？A 小矮马，小颠马。B 小颠马，恭喜答对。都不用出 A B C， 来点复杂的。真的瞧不起谁呀、啊？一同。在马帮客栈，人们都是怎么休息的？为什么要这么做？嗯，我没有选择吗？坐着休息，因为就是会有很多野兽，什么狼啊、老虎啊，就是保持警惕。保持清醒，对，保持警惕。恭喜答对，完全就是原话，教科书般的回答啊，很简单，可以啊。延琦，你的题目，你到我这儿，刚才小马走了多少步？明太祖洪武年间。一匹上等马最多可换多少斤茶叶？120斤茶叶。对，你确定是斤还是公斤？斤。公斤，公斤，斤，公斤，斤。恭喜答对。你看，强压之下还是答对了。小蝌蚪有智慧，我们听得好认真哦。对。沈月。在茶马古道上，供马匹和人员休息的地点被称为马帮客栈。恭喜答对。林允，你的题目是，我有点担心了。以下哪个地点是茶马古道没有经过的地点？蒙古，缅甸，蒙古呀。C 蒙古。恭喜答对，他过的是西藏，对，尼泊尔、缅甸他们都会去的。接下来是杨迪，杨迪这道题巨难，不会垮在我这儿吧？以下哪一个不是云南特产 ？C 没叫酒，没叫酒。C 啊。有一点点的 ，C 没叫酒 ，C 没叫酒，不对，我昨天逛那个古镇的时候，那个酒我看到过了，藏红花有的，但是别的地方带过来的吧？我们都是在别的地方吃好藏红花再来这儿。对啊，你来这儿吃什么吃啊？肯定不，藏红花，很遗憾打错了 ，Yes， 不是 ，Yes， 不是。那是什么 ？C 没叫酒。我擦死了。行，你看到那家没叫酒是假的，还是杨迪不坚定？哎呀，不坚定！你要相信观众，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观众，我现在心里踏实了，有一个不对的。宝哥，以下哪一个是云南八大名茶？这也太简单了吧？需要问吗？八大名茶什么茶 ？B 呀、啊，滇茶。B 滇红茶，滇红啊，肯定是。滇哪一个 ？B 滇红。我相信群众眼睛是雪亮的。我相信群众眼睛是雪亮的。恭喜答对。这个简单。你要相信观众，知道吗？你不能老知道光那。小八，你的题目是是非题。茶马古道连通了横断山脉和青藏高原，是或者否？感觉是，就很厉害。否。哎呦，咱俩出现了分歧。他就是到西藏去了。哦，是。怎么那么没有立场？这个人。对，就是没有立场。听人劝，吃饱饭啊。肯定是，因为他们写不出来这个横断山脉。对，他不会故意写一个。他们不懂什么是横断山脉，只有看到了才会写下来。是。恭喜答对。乘客。茶马古道马帮的首领被称为马国头。等一等，这是个陷阱题吧？马帮头吧？水龙头。马国头他只是负责放哨的，他不是老大。那就是马帮头。马帮头吧？啊，好难啊。A。恭喜你答对了。
哎，没有很难，没有很难，没必要，真的。最后，我们的大业的问题：茶马古道是从哪个朝代开始用茶和马进行贸易交换的？唐朝。恭喜答对。太厉害了！游戏结束。耶、yeah.。我们刚刚拍的照片我们也已经打印出来了，大家可以贴在笔记本第一站的那个后面的几个空白页上。天哪，这些照片也太华丽了，华丽了。那我们接下来要去的就是委托人妈妈想去的第二个地方，这上面也已经标注出来了。废墟餐厅，让青春鲜活一场，艺术俱乐部走一步是一步。来，哇，直接落座。欢迎各位来到废墟餐厅，这是我们的委托人想来的餐厅。哦。他希望大家吃完之后能够写下生动的测评。嗯，一定帮他好好测一下。来吧来吧，上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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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吃饭吃饭。请等一下，我们青春环游记会有美食，但是不是那么轻易能吃得到的哦。我们需要分成三组，分别是三人三人四人进行游戏，获得三个美食线索才可以品尝美味。这就是最大的问题，我跟你讲，一定要让人先吃好了再玩游戏。人家一直说来青春环游记为别的，就是为吃，到现在也没吃好。高叶姐已经说了一路了，非常非常饿。我饿得在车上睡了一大觉。不是睡过去的，是晕过去的。那这样吧，我们浩远集团加大嫂做一顿，我们今天的任务就让大嫂吃一顿好的。浩远集团，那我们是不值得吃东西吗？你把自己说得很厉害的样子哈，一统帮不上忙哈。你这个站起来说一句话得罪了那么多人。大嫂她跟我们浩远集团有一定的联系在。哦，要不然一统，那我跟你换。你看你让一个小女生这样走过来，你这浩远集团做事儿不利索呀。浩远集团就属于那种做事儿不惜得罪人。对对，浩远集团很厉害，一句话可以做大事儿的人都是这样的，总是要得罪人的。那抱歉了，绝不相让。来，我们强敌企业跟他们对着干，专门收购他们的。那接下来我们要进行挑战的游戏叫做声母游戏。什么东西？怎么玩的？声母就比如给你两个字母，比如什么弟弟，你就要说弟弟啊，或者是姐姐，姐姐，哥哥。不是，幸好他不坐我们桌。对，其实你们桌有点危险。好强哥，感觉到你能感觉到哈？宝宝，好好的。怎么着？咱好好。别闹。真是，不就是声母吗？认真一点，对吧？谁还不会两句母语呢？对，刚刚大家已经猜对了，这个就是首字母的声母游戏。好，游戏开始后，所有人站起来，根据导演组的题目依次回答词语，没答出或答错就坐下，即为本轮淘汰，直到场上只有一人站着为止，即可代表本组获得一分积分，两个积分可以换取一条美食线索。那对我来说太简单了，我们这有说唱歌手，一直站着，我都没机会坐下。研究的就是这个，玩的就是这个。哎，哎，你们真的可以让我吃上饭啊？当然，放心吧，今儿必须给你吃好。宝强，辟谷今天不吃了。辟谷，我就是不想吃。从小白开始哦，来 ，MM， 妈妈，妈咪，哦，妹妹，妹妹，猫猫，妈妈，妈妈是什么意思？马毛妈，哎，面膜，喵毛，喵，喵毛有点太过分了，我们都忍不住了。可以啊，喵毛合理啊。秘密，盲目，密码，猫毛，猫毛说过了，眉目。哇哦，真厉害，真厉害！我好多词，别打扰我，我还有呢。买毛，一直在买东西。摸毛，
明媚。迷茫。明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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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塞，都太有文化了，骂猫。骂猫。杨迪。可以啊，我不像猫惹事儿，这确实可以、啊。骂猫嘛，可以、啊。盲买，盲买是什么？盲买就是地上已经买东西，盲买。盲买好像，这么年轻人就这么说话的，怎么了？请坐。哎，算了，我们输了，坐。萌萌，天萌萌的萌萌吗？开始叠词了，越来越过分了。请坐。木门。哇。泯灭。哦。木马，喂，怎么你说的这么简单，大家都想不到呢？都这么有文化，我天哪！骂马，我骂完猫，我骂马。骂马，哎，骂马就骂猫，那盲买为什么不行？卖萌。好，可以，镇江对卖萌好吃。卖马，行。你猫不能卖，我马不能卖。母马，哇哇、啊！天哪，母猫。哎三二，给我吗？突然想不到了。孟买。啊。孟买。谢宝哥。猛马。马妈。三。二。眉目。说过了，肯定说过了。我说的好像还是眉目。恭喜，耶！张元熙，你们队积分，耶 ！Yes！ 但我们已经很棒了，很棒了！咱们队得加油啊！来，加油！来个气势，加油！第二轮从宝宝这边开始 ，HC， 好字，豪宅，盒子，胡子，换装，猴子，好真。徽州，赫兹，贺州，盒子，对不起，没事，快帮我想，杭州，红中，哦，厉害，嗯，好拽，好炸，黄纸，好装，好字，请坐，没事，好扎哦，好猪，好仗，掌握规律了。好 ，C， 你快帮我们想点。好肿，好脏。哎，湖州。花妆，妆花了。黄子。哦。慌张。哦。宝哥从哪儿？偷我题了，没发现吧？怎么留后手了？我告诉你，耗子，换装，湖州，好真说过了是不是？好真，好炸，我说的，好炸，好难、啊，这种词儿都能，花猪。周，好，菏泽，可以啊，菏泽好吃，是啊，黑子，没关系，不饿，八枣、红枣、黑枣、绿枣、花枣可以有，耶，红枣，又到你了，画纸、画展、画质、换证，你好厉害哟，你每天脑子里在想什么？只要你们说词儿，我们脑子里就会涌现别的东西。当年重庆说唱第一名不是浪得虚名，对吧？来，你们可以拿一条线索。好，谢谢大哥。我们要一条够了。但是真的太厉害了，你。不愧是 rapper。对，不愧是。术业有专攻吧。这是什么？什么线索、啊？这算什么线索、啊？什么线索、啊？我们那么拼命换来的。我甚至愿意念出来。什么？我愿意尝试旅游地的特色菜。这什么线索啊？愿意
这是一条线索。我突然觉得不值得我费那么多脑细胞。接下来争夺第二个线索，小白开始哦。GX， 恭喜。国学。国校。搞笑。啊？他说你搞笑。狗熊。他说你狗熊。哎，我高兴。我故乡。哇，这么容易的吗？这个词儿。共享。广西。共新。故乡。古稀。古稀。完了，我的古稀没了，我的古稀没了。共享啊，这个音响共享的呀。我还想夸你说有一个构想很不错，对，结果他说这个音响构想啊，构型，构写，光绪，光绪皇帝的光绪，你开始走文化的了，厉害厉害，鸡西，鸡是哪里来的呀？那个鸡啊，这是拼音，不是英语，请坐，哎，是 J， J 才是鸡。啊，有的时候学太多英文也是有问题。七夕，够像。光纤。广西。广西。三二，请坐。够新。月鲜活够新。这话一说，那还能怎么办呢？狗香。狗香。狗的故乡，狗香。请坐。光炫。我左右两边一个光炫，一个光绪，我在中间。够咸，哎呀，好咸啊！这个菜够咸，够凶，哇 no 啊呀，爸，这打的，哇耶，够炫，够炫，够炫，拱形，拱形，拱形，哇，哇，学学人家 rapper 嘛，够腥。嗯，说过了，够腥，够腥，腥就是那个腥，很腥的那个，够好多好部分，够腥。rapper 请坐 ，yes，rapper 终于到了 ，rapper， 赶紧坐下，想不到了，高香烧高香，哇，听完各种够以后，来个高香，觉得哇，都说过够了吧，那就可以说更细，更别来了。整点词语吧，家人们。古相，光炫算吗？光炫，请坐。更新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做吧，玩不下去了。港星，厉害！瞧瞧，我们不屑玩的，不要更，不想玩这种。对。啊！恭喜张延琪，你们队积分。我们第二个线索的第二轮从宝宝开始。好，来吧，来。消耗，消化，喜欢，循环，新华，笑话，西湖，虚晃，喜好，笑灰，笑嗨，笑嗨，这没毛病啊，笑嗨了，勉强算哦。笑花，可以，笑海，笑海了，海了去了，笑海，我坐下来想，哦、寻欢，小孩，嗯。鲜花，鲜花，小花，西湖，西湖说了，谁啊？谁啊？我，嗯，牛夫人，嗯，把我扇子给我。笑话，笑话说了，这里，你就是个笑话。我刚才还有一个，你再说三二一，三二一。请坐。到我了吗？到你了，到你了。到这么快到我这儿了？快快，我想想一个。快快，我宕机了已经。想一个。我也宕机。一，宝哥请坐。我也宕机了。喧哗。喧哗，我说了，喧哗。啊，我们怎么没了？没了。哇，现在一打四了。没事没事没事。玄幻，凶狠，心海，喜护，吓唬，吓唬谁呢？吓唬谁呢？四打一，幸会，胸怀，血海，巡回，吓坏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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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才就吓坏过一轮了。没有没有，他说吓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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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坏，吓坏。妈呀，我都没想，一直在那质疑别人。西，西湖，不是西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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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坐下，那个坐下，西湖，西这个湖，西湖，小黑。
小黄，小黄快点，虾滑，小红啊，你把小红先说了。小灰，小绿猴，小请坐。销毁，哦，厉害。销红是一个人，可以。笑坏，笑坏了。笑坏没有这个词。嗯，坐。一米一米，哇。小胡，可以。辛亥，辛亥好，好吃。啊，真的厉害！哇，三，可以，可以啊。鲜活，这不是写着吗？鲜活，鲜活。直接给线索。血海，血海，血海，血海。戏好，对，戏好。我们大嫂戏好。哎，戏好，我给你。那就戏坏了，不知道是谁戏坏了。凌云。二。三。二。一。四。请坐。好吧。终于赢了一把。浩远集团有了大嫂，我们就是第一次赢。感谢，感谢。好，我们第二个线索的第三轮从杨迪开始。好，来，各位请起立。有点累了，累的时候喝一下月仙火吧。鲜活，鲜活，我要火力全开了，朋友们，加油！火汉，浩瀚，火海，黑化，花卉，化虎。花花好花好画胡画好胡画猴好猴好画好胡都给好猴不行完全可以好猴坏猴坏猴好胡好胡请坐好胡说过了狐狸的胡妈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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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的就是那个湖那我说另外一个气晕了都大业后悔哦黄河哦文化组这是画画红湖红色的狐狸好红哇哦红湖红色的湖红湖红湖这是的湖红湖什么东西我怎么感觉你们三个说的是连起来就是红湖你可以说红湖韩红哇哦想不出来了，文化榨干了，很好花。好，我说过了，我说的好花。说过了，凌云请坐。匹配了。韩侯，你们说了吗？嗯，韩侯是谁啊？韩侯，就是那个含在喉咙里面，含在喉咙里面，韩侯啊，请坐。韩侯太过分了，韩侯。红海。火海，说过了，我说的火海，火海，哈不不哈，那说过了，火哈，请坐，黄花，哦可以，黄花，黄色的小花，桃火，黑花，黑花，黑花红花，护航，哦可以啊，豪横，哇，含糊，黄花，黄花，一同说的，黄花，你说了吗？好像说。请坐。厚黑学的那个厚黑。厚黑可以。黑河。皇后。哇。呼唤。幻化。欢欢欢欢。欢欢呼。哦，这个没有。画魂。画魂是什么？画魂有吗？有一个电影名字叫画魂。画皮有画皮。那是画皮吧？巩俐主演的，查一下。你就不用看，你这画魂百分百有。有。果然是电影界的，没了，朋友们已经没了，炸了，还喝？可以可以，还喝？好昏，火化？嗯，我好昏就火化了，你不要接在我好昏后面。辉煌，辉煌太棒了，好久没听到这么棒的词儿。呼唤，呼唤说过了。呼唤，大爷请坐。啊，又该我了，好话，好话早就说了，好话，一东请坐，混混，怀化，湖南怀化，淮海，淮海，请坐，想不到了呀，只有一个了，
环海，环海旅行啊，环湖，环湖骑行，昏昏欲睡的昏昏。那我只能环河了，河环不了，还真环不了。3、2、1，请坐。Yes yes yes， 讲得好，莫凡，去拿去拿。翻开以后更气，不可能吧？真的会很气吧？哇！我分享给大家吧，姐姐。你分享吧。喜欢吃辣的，重口的。什么东西啊？这个其实挺有线索的耶。他又喜欢吃辣的，又喜欢吃重口的。对，然后还喜欢吃特色菜。哇，你想吃的鲜花饼？这多不好呀！香还是挺香的，我要大吃特吃了。我们的攻略，攻略，迪哥。攻略，对，妈。啊，那我们今天做了一天的攻略，就要亲手交到你手上了。哎，对对对，那我。哇，我还好，我好认真，还写了这个。这个是给你们参考的拍照的动作。哦。阿姨肯定要那个披肩，我推荐的，我推荐的。你丝巾带了吗？这次过来。带啦，肯定，妈妈出门肯定是要带丝巾的。这么会是大妈。你没有点的菜，他们也帮你推荐过来了。他们还有一个饼，玫瑰的鲜花饼，我也吃了。嗯，我妈一定会说成鲜花饼，不用说。那三个字你读一下呢？月轩河，月轩河。三个字只对一个字。月轩河是这样读的吗？这条鱼是河的，这条鱼是活的。那个字读活，真的吗？他嘴也等我了，但是还是快乐哈。好重那一下，跑得好重。是不是到了？到了，零点了，还有最后一分钟，倒计时了，来，那一会儿我们一起跨吧，一起跨。朋友们，打开手机。不行，好紧张。来，快快快，12点了！睁开眼睛，看见新一年的光线，是最美的画面。和我一起来到新一年的起点，跟昨天说声再见，拜拜。大摇大摆游戏人间，人群中耀眼，我最喜欢你的笑脸。走南闯北东去春来，唱错了。每一天，谢谢你在我身边，谢谢。夸起来，夸起来，家家都张灯结彩，每天都逍遥自在。夸起来，夸起来，新一年超级精彩，快乐会无处不在，无处不在。呜呜，谢谢大家，生日快乐，谢谢，长命百岁，上与天齐。是的，收工。呜呜，都走了，十秒之内都走。拍照，拍照。来，快来快！冰雪城。下一期的成员们又会在云南经历哪些好玩的故事呢？想要了解更多精彩的花絮，不要错过下期的会员版哦。爱的信仰。